谢谢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们了。阁下的救命之恩，将来我一定会。不必了，你我两不相欠，并无瓜葛。如此甚好。那个，这个酒，能再给我喝一口吗？可以是可以。 不过我从来不做赔本买卖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换，我给你酒喝，你回答我的问题，如何？来而不往非礼也，那我们就做个游戏，你敢吗？没有我不敢的游戏。我们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，答不上来者，罚酒一大口。好。 你问吧。你肩上的剑伤从何而来？朝廷追兵射的。你倒是坦率。既然是交换，便不能说谎。该我了。阁下该如何称呼？姓秦，单字一个准。你可以叫我阿准。阿准。你呢？姓李，排行十四，唤我十四郎便是。 你为何执意要我那把短刀？只是单纯想看你难堪罢了。我就知道你一肚子坏水。阿准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中原人，出生在塞外。那你家？这是另外的问题。接下来，十四郎欲往何处？去报仇。 那阁下又欲往何处？北方，报什么仇？去北方做什么？做一笔很大的生意。既然都回了，为何还要饮酒？因为接下来你一定会问我。 做什么生意，我答不上来。再喝下去，怕是要醉了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阿准，可是真的阿准？那十四郎，可是真的十四郎？ 特勤在跟那小子聊什么呢？我是好久没听他这么笑过了。特勤统领英师这么些年，却屡遭大可汗猜忌，更是处处都有那个死对头掣肘。在那种环境下，换作是你，你笑得出？哎，也是啊。不过不提也罢，免得扫了心情。嗯。但我好久没见过特勤对谁如此上心了。